米瓜，想不想吃点肉啊？好不好吃？哎，慢点，慢点跑啊！这感觉真好啊！是啊，一家人就是这样，热热闹闹的。我突然呢，感觉有个家还不错。嗯？你该不会是想……没有啊。我的意思，你别瞎想。我就突然一个想法，喝一杯。鱿鱼好吃啊！浩宇，你有空吗？我想见你。就知道你在这儿，别喝了。这儿是浩宇为我布置的婚房，你来干什么？齐晨，要不真人秀的拍摄我们先停一停。你现在需要做的是，尽快找医生治疗，将病情稳定下来，再以最好的状态回到赛场上。怎么稳定？去医院吗？然后让所有人都知道我得病了。齐晨，你别这样。这三年来我们一起经历那么多的大事，不也一起熬过来了吗？这样，你先好好睡一觉，等睡醒一切都会过去的。我怎么睡？我现在一闭上眼睛，我满脑子都是他们在我眼前秀恩爱的样子。安眠药对我来说都已经不起作用了。阿凡，哦，你真好看。我也觉得，我觉得我最近的状态特别好。嗯，我猜大概是因为胖了吧。说啥呢你？闺蜜，你可真会聊天儿。离心。哦。你别打扰他工作行不行？这人秀快收官了，思乐赶进度呢。哎，你们俩过来帮我看看这个地方做成国风掐丝好不好看？这里，这一块，如果用黄金好不好？嗯，好看哎，这荼蘼花看着真有特色。不过铂金要比黄金看着更仙气吧？你个外行，不要乱评价好不好？明明黄金更显色，黄金好。我代表的呢是消费者视角，你不要自以为是，又不是给你设计的，代表谁啊？就用黄金。
照顾好你。哎呀，有的人真是嘴硬，老板会留下来陪我熬夜加班？少臭美了你。我已经发过去了，让他们赶工做出来，越快越好。辛苦啦！哎呀，终于啊！童乐琪，说，谢了啊。你干嘛？你对思乐好，我就拿你当朋友。抱抱一个，什么？抱一下嘛！谢谢你们陪我熬夜熬到天亮啊！今天给你放假，明天也放一个好吗？放三天。太好了，我终于可以回去好好睡个觉。